我是 J 哦。今天到货的日本的这些船杆哦，这种手持或者是标准的大物杆哦，我们 Alpha Teco 的日本原装的 S2 哦，又再次到货了。上次卖完，这次又再次到货。那我这边先声明一下 ，Alpha Teco 它这一支呢，它是标准的一本半设计的，这边是可以拆的哦。然后它是 NPG 无垢玻纤的一支杆子 ，OK 啦。我们来试一下一斤半的铅。哦，给你看一下它的调性。你们如果最近要钓黄金，还是要钓深层大物，这几支杆子我都蛮推荐的。哦，来 ，OK。下一支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Shimano 的 Shimano BG， 这一支手持摩尔杆。哦，这一支堪称我们这边西海岸神杆的，昂水欧大杆的，哦，真正水杠杆，拢顶足啊。好，来。我们一样钓一斤半的铅来实测一下，哦，一斤半，哦，来绰绰有余，哦，你们如果最近要钓这个黄金要满弓的啊，麻烦一下哦，凹格啊哦，还是有技术的哦，这个格啊哦怎么用哦，自己买回去哦，慢慢研究一下这种软趴趴的，哦，过年哦，非常年龄非常喜欢。那我们这一把 BN 呢？BNPHAPA 呢，这一支就比较硬一点，这一支到400号，刚刚那一支 BG 呢是到300号，那我这支 S2 呢大概约我们台湾规格的500号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支 BNPG 哦，一斤半呈现是怎么样哦，一样哦，能性紧哦，这种船杆呢其实都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工厂没办法突破的部分哦。那我希望说你们可以直接来现场。这一支 BNPHAPA 是消光黑的，非常漂亮，也都是全金珠。然后这些杆子都有保证书，你放心哦。包含这个 Alpha Teco 哦，这都有保证书哦，都有售后服务。那你们最近要打大物或者是说攻底物的话，夏天不管了，敲底带流都好，这些杆子我都很推荐，也欢迎你们来现场参考。OK。